节又快到啦，想买传统具有古早味的月饼，就一定要来居銮三城。这里的月饼就连新加坡人都特地坐火车来排队购买。小小编这回带大家到元发饼家找皮酥香脆的老鼠月饼，这可是居銮的道地名产，每逢中秋佳节店家外都会大排长龙，涌现人潮。元发饼家自创长条形的上海月饼，因为外形酷似老鼠，所以被称为老鼠月饼，而且深受吃货们的欢迎，更是一些人每年中秋必买的伴手礼。因为从一开始差不多有整十，应该是30年前就啊，从有研发，我们每一年都不能少研发，因为它的口味很适合我们。另外一点哦，价钱也适中，最重要就是它价钱适中，饼干啊保持一个水准。因为太长了，我就不要排，我就安排，因为我在附近嘛，就下午到回来了。它的价钱呢，也不是说很高啦，合理啦。它的那个什么莲蓉的，莲蓉蛋黄的，有时候定啊，不一定，有时候会买很多，因为有时候我的孩子他们要。好吃新鲜的。经常啊，我从一开始吃到就买到现在，全部我都喜欢啊。其实这个我要送人的，我要去马来西亚送给朋友。